北京传破天荒消息，习近平着手筹备大事，中共抓间谍，多地居委会上门要求别与海外通话。美国制裁之下，外媒曝光中国制芯片八成有缺陷。美国重申对美菲安保条约铁一般坚定。韩国总统传将会见美国情报总监，朝鲜发射多个弹头导弹疑似失败。中共网暴异议人士，连未成年家人都不放过。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两岸要闻。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五，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7号，从中国传出重磅消息，中共政治局例行会议除确定三中全会会期之外，竟然破天荒地同时抛出对李尚福和魏凤和两大军火的处理决定。有分析认为，中共遇到空前危机，这是中共军队内乱的开始。中共政治局决定将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都开除党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法办。两个人都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提拔，其中尤其是魏凤和被处理最令人吃惊。曾驻北京的日本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石坂明夫发文说，魏凤和在这个时候受处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魏凤和是第一任火箭军司令。石坂明夫记得，习近平曾以打破惯例的方式对外宣布魏凤和是我的人，那就是在2012年11月份举行授衔仪式，只有魏凤和一个人晋升上将，这打破了中共历来在81举行授衔的惯例。当时诸多的海外媒体推测魏凤和是军中习家军。石坂明夫分析，最著名的习近平大将被清算，说明中共军队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连续两任国防部长同时被移送法办，会使所有的军头都失去安全感。可以想象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内将展开清除魏凤和、李尚福毒瘤的政治运动。说到为何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时如临大敌，做出连打两大军户这么引人关注的决定，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分析说，习近平接下来有大目标。陈世民说，习近平很明显要争取第四任连任，离2027年的二十大只剩下三年多，相信习近平已经在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需要把三中全会开的好像是大家都对他非常的服气，把这种假象给做出来。习近平震慑政敌，抛出两大军虎，但是效果可能会出乎习近平本人的预料。因为李尚福和魏凤和都曾经是习家军的中坚力量，因此他两个人落马给中南海带来的冲击就与二十大前习近平反腐打击政敌不同。时事评论人士中原对戴纪元表示，他认为这把中共军队的内乱正式揭开了锅。这两个人都曾经是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应该是中共十九大以后处理的最高级别的官员，都是军队的，中共等于被迫承认军队出了大问题。中原说，这两个人应该都是习近平先后亲自选定的，可以说让习近平威信扫地，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对于习近平来说，更重要的是还有谁可以真正的信任。秦刚的事还没有完，后面可能还会有大事，这些都是中共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标志。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也谈到了这一点，说二十大之后，中共军队内部迅速出现一股习家军反叛现象，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当年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冲击。这恰恰就显示了习近平的地位，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地位并不稳固。火箭军大案已经牵涉超过170个少将以上的军官，几乎所有人的罪名都有政治上不忠诚，就连习近平最重要的第一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也跟习近平不同心。但是如何处理张幼霞，习近平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蔡盛坤说，习近平靠清洗军队来试图控制枪杆子，包括在延安召开三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是为了加强对枪杆子的控制。习近平认为，只有控制了枪杆子，才能够控制全党和全军，才能够顺利召开三中全会。中共国安部对所谓的海外间谍案的炒作越来越高调，同时以国安为名对社会的监控也越来越严厉。多个城市居民甚至接到居委会的电话，要求他们不要接听海外朋友的来电。
据自由亚洲6月28号的报道，旅居日本的网民安琪说，现在中国的抓间谍宣传就像是一场运动，他和在南京的叔叔通话一个多小时，最后居委会敲叔叔家的门，打断了两个人的通话。安琪说，他们去问他在跟谁通话，因为我叔叔聊几天来可以一个多小时，他跟我聊了一个半小时，居委会问他，你跟海外谁聊了一个多小时？住在海外的宋女士也有类似的经历，她上周和上海的一位朋友聊天，但是小区的管理人员找上朋友家，劝宋女士这位朋友不要接听海外的电话，说是因为诈骗电话太多了，怕这位朋友被骗。上海的另外一位朋友告诉宋女士，现在搞运动，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要打电话给她。宋女士说，她在中国一个微信群里看到小区给业主发通知，要求不要谈论政治敏感话题，不要发不健康的信息和图片等。武汉江岸区的葛先生说，他们小区也这样，问你的电话来自什么地方，境外电话要小心，如果在电话中说了什么，派出所会找你麻烦，他们就怕你把真相告诉外面。江西景德镇网民杨先生说，社区盘问居民与海外亲友通话的事情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最近情况有点特别。杨先生告诉自由亚洲，一直都有，现在更加的极端了，言论环境会越来越糟糕。以前相对来说还可以说几句，现在你什么都不说，他们照样可以封你的号。我的抖音账号莫名其妙的被封了一个月，我连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中国社会这些变化与中共国安不断的宣传破获所谓的海外间谍案是同步进行的。27号，中共国安部微信号发文称，某个核心涉密企业工程师小金向境外提供情报，去年9月份被判处9年徒刑。22号，中共国安部发布微电影，称破获一起典型案件，境外间谍伪装成美女在微信钓鱼获取军事信息，外界担忧中国很快掀起又一场政治运动。被美国制裁之后，华为宣称要用中国芯片龙头中芯国际制造的升腾 910B 取代辉达 AI 芯片 A110， 但是中芯的芯片合格率仅为20%左右。更惨的是，中芯原预计年产量很快达到50万片，却因为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导致设备无法维修，生产目标远不如预期。朝鲜日报27号引述业界人士透露，中芯国际代工的升腾 910B 迄今已经投产半年，但仍然是5个新品当中就有4个是废品。不仅如此，美国加强出口限制，中芯无法引进新设备，只能拿低性能的深紫外 DUV 设备改造，试图取代尖端的极紫外 EUV 设备来雕刻 AI 晶片7纳米电路。如果用尖端极紫外线生产7纳米需要9道工序，可是改用低效能的深紫外设备却要34道工序，工序越多，生产成本就越高，合格率也就越低，设备故障也就越频繁。再加上美国还限制全球设备商给中国境内厂商提供维修服务，中芯苦不堪言，难以扩大 AI 芯片的产能，这也重创了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企业。此外，华为原本计划9月份推出升腾 910B 的升级版 910C， 并且宣称明年推出采用5纳米制程的 AI 芯片。业界认为，因为美国的制裁，华为接下来也可能会遭遇挑战。白宫27号发声明表示，美国和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26号会谈，讨论中共在南海的行动，美方向菲律宾再次重申安全承诺。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重申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如铁一般坚定，这项条约适用于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包括海岸警卫队在南海任何地方遭到武装攻击的情况。声明还说，两国承诺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美菲这次出动最高级别的国安官员开会，背景是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主权发起空前的激烈挑衅。在17号与仁爱礁附近发生的冲突当中，中共出动冷兵器，导致8名菲律宾士兵受伤，其中一人拇指被截断。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7号表示，对于上周中共的非法行动，菲律宾不仅仅要表达抗议，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南海发起的攻击日益激烈，是对美菲联盟的考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菲律宾和美国如何回应。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许瑞林表示，中美也必须谈判和对话，以缓和紧张局势。如果菲律宾军人在外国的攻击侵略中死亡，即可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这条红线可能是对中共有利，因为如果你把门槛设得这么高，就意味着允许中共继续做任何低于这个门槛的事情。在朝鲜半岛情势紧绷之际，韩国媒体透露，韩国总统尹锡悦准备在28号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韩国中央社引述一名不具名的国安官员透露，尹锡悦将会见海恩斯，讨论议题包括朝俄深化关系以及朝鲜对朝鲜半岛的威胁。这次会面属非正式，官方不打算公开两人讨论的内容。路透社说，尹锡悦办公室表示无法证实这项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拒绝评论。就在27号，朝鲜官媒朝中社宣布，朝鲜成功试射多弹头导弹。多弹头导弹就是导弹可以配备多枚弹头，打击不同的目标。防空系统较难拦截多弹头导弹。目前只有美、中、俄、法、英等少数几个国家有这种导弹。朝鲜官媒宣称，27号的这次实验当中，弹头成功分离，并且精准命中三个预定标靶。但是韩国军方说，朝鲜这枚导弹发射其实是以失败而告终，导弹飞行250公里之后爆炸。流亡美国的作家邓宇文和他16岁的女儿遭到中共国安网暴攻击。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与脸书母公司的研究人员表示，与中共国安有关的黑客团体龙桥近来以水军作为掩护，在社交媒体发起对邓宇文父女二人的攻击。邓宇文的女儿尚未成年，却被以充满性暗示及威胁的言语霸凌。邓宇文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这些网上的攻击没法屏蔽，今天屏蔽，明天换个假账号又上来。克莱姆森大学媒体取证中心的创始人林威尔指出，中共长期无视美国法律，诋毁异议人士，但是现在把在美国的青少年作为攻击目标超越了界限，是一种升级。林威尔分析说，中共不会收手，因为这种网络霸凌操作简单，大不了换个账号，没有任何的代价。报道指出，中共越来越大胆，这在美加等国已经引起了警觉。邓宇文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编审，但是他对中共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因此被迫离开。到了美国之后，邓宇文公开参与海外流亡团体的政治活动，并且在多种媒体批评中共政府。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呼吁美国更积极地做出应对，保护那些在我们国家寻求安全庇护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频道，我们下期再见。